洗黑钱，意大利记者嚟香港放蛇兼报警啊！涉嫌煽惑记者洗黑钱嘅系个35岁斯洛伐克商人。控方指，个意大利籍记者喺旧年5月收到风，商人揾紧人帮手喺香港处理金融事务，佢怀疑涉及洗黑钱就放蛇啦。第一次见面，商人系要佢帮手喺香港开境外公司同户口，事情会得到53000元。商人虽然冇透露到资金来源，但就话新公司涉及非法活动，佢就扮同意啦。商人仲买埋机票俾佢嚟香港，又俾咗500元欧罗做喺香港嘅开支。嚟到啦，商人就教佢点样开设公司，又教佢如果被问到新公司性质嘅时候应该点样答。之后带佢去几间银行开户口，但就避开汇丰，因为佢哋有针对洗黑钱嘅做法。不过佢唔想犯法，所以根本冇提交资料开户。翻到去，佢向当地警方求助唔成功，就打电话俾香港警方报案啦。佢仲将5次以针孔摄录机偷拍背面嘅录影交俾警方。去到6月，商人嚟香港嘅时候被捕，不过涉嫌煽惑洗黑钱罪。聆讯今日继续。